台湾近年来掀起的露营风潮，有业者看准蓝屿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，在地打造透明球形泡泡屋，白天可以欣赏到360度的无敌海景，晚上还有机会可以看到捕捞飞鱼的情景。而且比起传统露营帐篷呢，每个东西都必须自己带，泡泡屋只要一卡皮箱就可以入住。近年来很受欢迎的野外露营休闲活动，包括山林、溪边、海边，都可以欣赏到无敌大自然风景的露营地，特色都是采低密度开发，生态丰富。而拥有近海优势的蓝屿，也掀起了免装备的奢华露营风潮。那我们希望这边是做成这种蜜月套房的感觉，让客人可以做享受一下双人世界，然后360度的海景。业者打造透明圆形泡泡屋，有别于传统搭帐篷露营的印象，梦幻感十足。主打白天可以欣赏360度无敌海景，夜间还有机会看到捕捞飞鱼的情境。这个都是我们观光客，或者是当地的，可以借用这个点来去欣赏他们去捕捞飞鱼的一个放网的一个情景。露天的座位台上点上一杯咖啡，欣赏美丽景致，偶尔发呆放松一下，享受蓝屿得天独厚的海洋文化氛围。蓝屿近年来观光兴盛，在民宿林立下，新型的泡泡屋俨然成为消费者另一项新选择。记者张佳慧蓝屿乡报道。